好啊，嗰個咪好耐好耐好耐冇食嘅生果啦。咁咧就翻咗呢個台灣阿魯絲瓜。咁啊，佢梗係抄日本種噶啦。咁啊，大勝在抵食咯。咁大隻，你預我網上登咧就1kg 左右，其實都有1.1、1.2咁上下，因為以小為準啦。梗係等你收到大少少，有少少驚喜嘛，係咪？當細咗嗰時冇辦法，咁啊，梗係以嗰個標準為準啦。咁啊，事不宜遲，切開嚟食下先啦。記住，台灣水土咧好出色嘅，哇，好 OK 喎、啊。可能色水係咪爭少少咧？試下味道先。佢做咩？有個意識形狀嘅，咁特別嘅。哇！好食喎、啊！可能再熟啲，再好食啲。但系咧，而家已經夠甜。如果再熟啲，咪不得了。幾十蚊一個，食日本種嗱、啊，記住啊，唔係日本瓜嚟噶，係叫台灣阿魯絲瓜。有啲人咧又叫洋香瓜，佢有幾隻種嘅。咁呢只咧就混種嘅。咩料啊？我應該帶匙羹，試多次先。哇！哇！要多翻轉頭多水啊！香甜，咁當然佢未去到只300-400嘅日本瓜咁甜到啦。咁但係以幾十蚊只瓜，性價比高 ，OK 啊，絕對 OK。開始熱。開始要潤下喉嚨，瓜真係不二之選啦！咁希望大家中意呢款台灣阿魯絲瓜，多謝曬，拜拜。